去年呢，我在我们莱茵歌剧院的音乐会唱了毛主席的诗《七言春雪》这首歌，在“万里雪飘”那一句上呢，我是一口气唱下来的。所以呢，我要唱下这一句来，用一口气呢练了好久。我提前3个月，每天至少唱10遍，是这么练的。至少唱10遍，这样气息就练下来了。